现这是一个鸟巢，我演唱会的所有全记录的合集。先看外面哈，这个就是一个四面八方都是当天的观众。你就说鸟巢当天的观众，现场的观众。然后这个呢是没有不可能，他这次演唱会主题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也不对。好，先来。注意，这个叫做，你看这个能不哭还有良心吗？江江。他做了，你拿反了。他做了三个礼拜。这个是等于是一个舞台，就他在中间唱嘛。然后呢，好注意，这个每个地方都是，这叫瀑布卡，这都是国伦的成名代表作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当天的四面观众环着那个舞台，然后呢，每个地方都有机关，譬如说，要看多久啊？来，这个，譬如说这个。譬如说，我还有做一些机关，像这种有没有？啊，好可爱哦！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嗯。啊，卡到了。然后呢，譬如说当天，好注意，当天那个华健来当嘉宾，然后他看到这个满场观众，这个叫叫，所以他有充满了各种的机关这样子。这个要做多久啊？三个礼拜。三个礼拜，他。几乎晚上都没有睡觉，因为只有在他睡觉了，我才能偷。他瞒着我，然后我睡的时候他就起来开始做。所以你是真的不